多心吗？刚刚歌词才写好。那个刚刚那个 PMA 的 DJ Chris 在那种上，你干嘛？中场休息是在打电脑？没有，我在打歌词。什么？你要轻歌发表？对，就是这一首。你一直修，一直修，都觉得自己不是很满意。就中文真的要靠读书，好不好？孩子啊，好好读书啊，要不然写不出歌词。好，最近真的发生很多事情了。除了刚刚讲的，然后外面有送花篮，我看到我吓一跳了。刚刚送花篮的是李宗盛大哥。送水果就好了，花也不能吃死。花篮量很贵，几千块，很少这样的，又不是出专辑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乱传简讯给很多人，他们可能不好意思来，就接着送花篮，怎么办呢？要不然得罪很多业界的大哥大姐。不管，但至少他们有心嘛，真心的。好，那我还想要唱一首，也是我很早之前的一个中文的作品。然后说的是，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，有去过都兰吗？有。对啊，现在都兰国小很夯的，你知道？其实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都兰国小书包。那我台北应该买得到吧？真的有这个学校哦，我杰出校友、哦。真的，我忘记我第几届毕业了。现在我们那边都兰国小很红，连大陆客都要去那边观光看国小。我想说，人家小朋友很认真读书，你一直看他，他也会一直看你啊。所以我会很不好意思，说你买书包就好了，这样气氛对就好了。但是小时候喜欢讲自己从都兰来，你知道都兰就是。讲台语，尤其是县政府的每次办县运的时候，先进场的是都兰国小，哇，老师他的中文不好啦、啊，就小时候我们那边人都会背负这种同样的命运，就是不喜欢这个名字。那如果真的要用族阿美族。